先做点翻身，后来退休了，然后是我想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。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。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农历3月22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君教授到神岳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灵，挥洒生命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点餐师了。但他先做点餐师，后来退休了，然后是我想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。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。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农历3月22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君教授到神岳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灵，挥洒生命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点餐师了。但他先做点餐师，后来退休了，然后是我想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。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。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农历3月22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君教授到神岳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灵，挥洒生命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点餐师了。但他先做点餐师，后来退休了，然后是我想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。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。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农历3月22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君教授到神岳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灵，挥洒生命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点餐师了。但他先做点餐师，后来退休了，然后是我想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。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
宗教的活动。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啊，农历三月二十二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君教授到深夜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理，挥洒生命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点传师了。他先做点传师，后来退休了，然后设佛堂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。可能天恩师德，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。